图在故宫哪个馆？清明上河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清明上河图宽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绢形式，采用了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